大家好，我是 Simon。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一块钱就可以带回家的 Aristo 咖啡机。在这里我就开箱，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。那这个些是电源，那我们再把主机拿出来看看吧。没有了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是水箱，再来这里我们再看看这个，好精美的一台咖啡机，我们再接入电源。这个是 capsule 丢弃的地方。那我们打开水箱装水，再把盖关起来。第一次使用，建议把水箱的水都按倒完出来，以清洗里面的水管。那如果是比较小个的杯，这里可以延长。我们来做一杯咖啡牛奶，看看它的效果如何。那我已经把 capsule 放了进去，那只要按一按钮，咖啡就很快的出来了。那再把盖打开，那再放进牛奶，那再按按钮，那同样的牛奶很快就煮出来了。所以不需要一分钟，我们就有一杯意大利精品咖啡喝了。我再加一个糖，那就完成了我的咖啡。这里是已经用过的 capsules， 很容易的清理，就拿出来倒掉。我们再来做多一杯 Aristo 巧克力，试试看它的效果如何。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用额外的奶泡机打奶泡，然后加进去，那我们就有一杯浓缩的巧克力喝了。这就是 Aristo 咖啡机，每个月只需一块钱，你值得拥有。如有任何询问可以联系我 Simon。谢谢大家收看。